对不起，这段时间让你这么难过。伯母，只要秀玲小姐能让贤友回头，那么我不会再反对秀玲小姐。看到前辈在法庭上为委托人辩护的样子，前辈知道看起来多耀眼吗？我打算离开事务所，出来自立门户，跟我一起做吧，前辈。你说什么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爱乘着歌声。